其实这样的哦，我们应该有不接受人家礼物的自由吧？我收到王议员的行动电源，他送了一个你的一个行动电源，还说任重道远。其实这样的哦，我们应该有不接受人家礼物的自由吧？这里不想收，不想收啊！我们不需要哦，去变成人家打知名度的工具。